加油，加油！对，今天排球十分排球赛第一场，现在进行的是亚军队对教师 A 组。我们现在首先先做裁判介绍，我们的裁判老师郑俊伟郑老师，我们的选手，发球而已吧，他是隐藏版选手，因为一招不认没来，我不小心把他讲出来。好，我们现在做老师介绍，嘉龙老师举手一下，谢谢。志光老师，信峰老师，赵宇老师，赵宇老师，麻烦支援一下校长，他需要你的 cover。建伟老师，宇宙老师，志颖组长，好，这是教师 A 组的阵容，来，亚军队八一二，请举手。好，来，我们 C 场是教师 B 组，我们首先先做裁判老师介绍，我们由刘行坤刘老师担任西场的裁判老师，那出色的老师有一隐藏版选手徐吉春徐校长，来王坤田王教练田径队的教练林守昌守昌老师，茂松主任，这个是强中手，来嘉颖老师，哎，嘉颖老师这是第二强中手，子辰老师女中豪杰，没有人可以打得赢他。好，来，来，再来是我们的 cover 组长，就是赵怡组长。好，以上介绍完毕，比赛可以进行。同各位同学，拿出你的掌声，为场上的同学热烈的掌声一下。啊，还有最重要的是，因为八一七只有一名女选手，所以他们没办法参加排球赛，所以呢，就列入在表演赛。打输了输一分，校园十圈。啊，不是啊。开玩笑，打赢了有饮料，打输了没事。好，好，那么我们比赛就正式开始。我们请校长，在你们打赢的话，那个50元的奶茶一杯啊。哦，原来赵怡老师很会打排球哎。好，比数1-1，啊这边呢？怎样？比数1-1没有错啊，七场1-1啊。然后现在那个教师也直接推球了。好，武哥老师打得好动。那个八一二现在组织没有组织出来。哎，就女生就看到球，接手那一颗球压线，以我这个眼光看就是压线。哎，我们校长也不见了。好。加油加油加油！嘉颖老师很厉害的，他的发球很强的，你要注意一下，只是比我弱一点而已啊。哎，我没有讲错啊，因为他身高比我弱一点而已啊。啊，体育班你们完蛋了，你们完蛋了！来，加油加油！现在建伟老师要发球了，发出致命的一球。八一能够挡，哎，怎么发动？建伟老师，你好歹要杀球给他们，你看他们不留情，有没有看到？哎，他们拖腿压迫了。然后现在西场地教师组5-2，八一七加油啊！哦，志光老师拖球了，徐老师拖球，哇，被挡下来了。果然对学生还是有仁慈之心，哎。哦，补过了，现在接季峰老师补了一颗球，来准备。哦，志毅老师过了，哦，加油加油！哇，志毅组长故意放水的一个拖球，哇，女生八一二的女生补的真是好，来再补。想要做现场实况总播也蛮辛苦的，怎么没有人，怎么没有摄影机对着我嘞？好，现在体育班发球，大明哥你在干嘛？你早上没有吃大米对不对？来，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守昌老师发球，来一个跳跃扣球。好，那个是假的，哎。好，现在投球了，
现在组成怎么样？脱球，他不是扣球，对不对？好，现在投一个人，走高建军，扣球这么漂亮，只是他在网球就落下来了。好，我们现在请丛老师发第二颗球，那个扣球虽然刚好是给你加油。足很好，现在体育班越打越顺手。那个嘉义老师，我知道你要让分，我知道，但是你不用拖两次，好不好？我是说拖球拖两次啊。好，好，主任接的第一颗球，赵云补回来了。好，好，同志，我跟你讲，我们王坤杰教练有扣球魔人之称，有没有看到？轻轻的一扣就没办法挡啊，哎，补得好，好，首长老师要拖第二球，拖高点，让那个主任有机会扣球啊。可以啊，是第一手要做好，知道吗？好，我们扣球魔人要发球了。那个教练，你可以做一下那个他要发球，给他们看一下。好，出界。那个班级，我可以很断定的是，刚刚那两个女生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屁股没有移开，所以四课老师没办法去接球，知道吗？所以下次屁股要挪快一点，像那个蜡笔小新可以屁屁移动一样。好，我们子辰老师要发球了，注意看，这个球又低又有危险性啊。前进队的可能进不到，那泳队的人只能在水中打排球，在那路上是不行的。来来一个，好，很好，主任接第一个，好，再来老师补球，因为我们要补进，还有体育班来发球。现在体育班对教练组7-11。哦，这个球发的有旋转的动作，哎，主任扣球了，啊，轻轻的一挑被骗了，人心险恶啊，你知道吗？就连主任不是、啊，我说社会其实非常的险恶，请各位同学你要注意，球上那个球场上如战场，像主任这样的表现就对了，要扣球轻轻挑一下，哎，就骗到了，哎，好，准备扣球，好，王教练接球了。来拖球，准备。那个主任，你要让嘉怡有机会扣球啊，他痴痴的忘了。好啦，终于轮到祝峰老师的发球了，请各位拭目以待。他时速号称230，那个是网球的发球，好不好？排球不可能230，最多能够30就不错了。来，祝峰老师发一个时速10的，你能不能看一下？你看啊，时速10。你们还不接？还不接话？谢谢。太高了。15，我们每局15分，因为我们还有第二场比赛。好，我们先捕这颗球，好打到刘徐坤裁判的手上。你要打好，把球打回去啊！那个803的，那个周一伟的同学，稍微注意一下，你们可以当隐藏版同那个吧，隐藏版选手把球打回去。哦，手中老师很勉强接到这一颗球，同学知道了，你知道那一组的弱点在哪里了，对不对？李玉芳，你知道那个他们这一组的弱点在哪里了哈？哇，教老师发的真是扣的，哎，你不可以接球。哦，教老师发的这颗球时速最少有50。哇，这个扣球被教老师接住了。你们，哎呀，发现你们扣球毫无威胁性。你看，这位老师来了。规则介绍一下，志宽老师第二次碰球的时候可以，第三次就不行，可是他没有碰过。好，准备下一个扣球是谁？
宇宙老师，你明明说扣球，为什么不扣球啊？刘汉道，那个战场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你有看到，你没有扣球权，就是扣回去了。这说明球场上是如战场。好，出界。哎，对。哇，扣球扣得漂亮。哎，没有换局啊，三战两胜。我们是打三战两，老师，我们是打三战两胜哦。三战两胜，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来，吴先生，来，各位，我们现在准备要做隐藏版，机场隐藏版选手报名，开放报名，8/16，你们是第一个到场，你们可以有出两个选手，其他的班级，如果你有意愿要上场跟老师打排球的，现在请到我这边来报名。来，想打的请到这边来，我们名额9个。哇，所以老师终于包围了，他第一场只是给你们仁慈而已，好不好？所以老师其实最凶狠的，他的脸上充满了笑容。其实我跟你讲，有一句台词是这样子，他笑的会让你心里发麻。都看到，来，隐藏版选手来，我看一下，1、2、3、4、5，只有5个、6个。8/16没有人要来啊、哦。8/16在哪里？2个。1、2、3、4、5、6、7、8、9、10。好，没有，拜拜。好吧。太慢了。拜拜。拜拜。拜拜。好，来，10个固定位，请在那个记录员后面排好。我们第二场的时候换一个下来。那个打最差的、失误最多的那个第二局就被换下来。然后自己猜拳啊，最赢的9个先下场啊。可是8/16是一定要下场的，8/16那2个一定下场。哦哟，有没有过，有没有过啊？除了这一颗球扑得好。那个曾经我说过，只要球在网前就要向前压压球网啊。好，第二个人扑，扣球，好，准备扣球。哎，可以扣怎么扣嘞？哦，那个教师 B 组其实是比较残忍一点，人家教师 A 组都比较仁慈，他自己又扣了球了没有？啊，就是自己组长。啊，你说你拿网碰到是不是？我们再 Q 你一次，你有没有网碰到？有啊，我有 Q 到你了啊。那个同学，麻烦把手仓老师扶一下好不好？他有年纪的，可以吗？他是有年纪的，要扶他一下，要扶他一把。好，居然老师接得好。哦，那明哥，你终于发挥你的实力了，是不是？陈天凯要往前压球啊。哦，这位老师终于开始发扣球，发扣球式的发球了。好，现在进攻老师其实不是给他扣球，是要给宇哥老师扣球。这个叫西快攻，西快攻包含着战术的运用，就是骗人的意思。哦，打回来。好，然后呢，现在这个快攻呢叫 B 快攻，球打得比较高一点，但是没有骗人的感觉。那个麻烦教师 A 组哈、哦，动作打快一点，我们没有时间了，谢谢。那个教师 A 组，请加快比赛那个进行式，我们还有冠军队要打。啊，那个教师 B 组也麻烦加快脚步，我们还有第二场要打，我们还有隐藏版选手。哦，鱼帆追上来了耶！
又送了一分，目前比数7-7。好，现在吴宇舟老师要发球，来一个跳跃发球给他们看一看。这个比赛结束之后，证明了一件事情：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看到宇舟老师的发球到目前为止都接到了。我们的那个正式选手那个一招主任正在门口那边喝一杯茶，看着比赛。哦，手上老师扣球，哎，被拦网了，很好。来，准备。准备拦网啊，准备，很好，哎，中同学这么对了，来，要从宇舟老师的手上拿到接发球，这个我跟你讲，要非常的谨慎，脚要蹲低一点，两只手要伸直一点。杨毅，你是故意的啊、哦？你看宇舟老师越退越后面，球越发越强。哦，那个金峰老师做一下球，嘉龙想要扣球了，他已经按捺不住了。哇，嘉音老师眼睛看得真快，他还没有，不过你放心，他十扣有九不进。宇舟老师发生什么事了？果然四颗眼睛没办法看到全场。好，现在我们的子辰老师要发球了，剩三分，就可以让子辰老师结束这场比赛了。好，出去。好。来，冠军队上场。哦，进。谁？来，各位，现在请为场上出赛的807热身，来鼓励一下，谢谢。各位鼓励一下807。我们的8年级班级排球赛冠军队将代表北京国中参加台中市普及化班级排球赛。洪教练，剩一分了，交给你了啊！来一个跳跃发球吧。尚明哥，你故意的对不对？来，隐藏版选手进场到那个积分板后面。一招主任，那个子辰老师已经退休了，他不行了。那个建武老师补一下吧。那我们的校长上场了。我现在教师组越来越刺激了，教师 A， 好，准备，李老师扣球，哇，强劲的扣球，被挡下来，但是姜老师又把他救回来了，多厉害啊！哇，结果是冠军队，因为触网，谢谢。我们听一下裁判怎么说。赵老师，你那个球好随便哦。我有看到，你好随便。好，各位同学看一下嘉龙老师曼妙接球的动作。然后呢，那个志宽老师你很不专心，你知道吗？哦，这个球有发球，哎，发的不错，有压到。你瞬间让两位老人不知所措，好样的同学。
好，我们主任接得好。好。那个冠军队伍加油啊！哦，这个球发得不错。好，冠军队这边打过来了。好，志鹏老师过去。哦，这一轮扣球，然后网球网从网子下面来，这是错的。好，这一颗球。好，校长队这个球不错，哎，校长你判断对了，哎，他那个球这样子对了。哎，那个服务的同学怎么没有人捡球啊？西场服务人员是谁？你怎么会在那边？守窗老师，刚刚同学这么杀球，你竟然没有要扣球？好，把补回来，来把它打过去，很好。哦，你们两个抢球抢成一片了。哦，建伟老师这个球吊得漂亮，哎，啊，现在由志宽老师发球了。左堂老师，你要跑快一点啊，左堂老师。好，现在学生这颗发球很漂亮，好出界了。哦，现在叫那个学生联队，现在目前8-3。哦，赵毅老师终于要发挥他20%的实力，加油！柯老师，你好歹把球挡住吧。哦，这颗球吊得漂亮。哦，哇，主任 miss 掉一球，主任那个侠院报复，有没有？球直接丢给人家了，哎。现在那个学生联队隐藏版选手越来越厉害了，10-4，现在教师组落后，又出界。好，快补一个，补一个，过了。哦，这个时候王教练要发挥他的实力了。张毅老师补的好。哦，主任这颗球补得漂亮。哦，现在冠军队对教师组。哦，现在打的不分上下了啊，准备要扣球。哦，徐老师接住了，徐老师扣球准备进。哎呀，又被补上，很好。徐老师补回一球，这个时候来一个逼快攻，扣球拦网，来，界外，好，西场这个教师 B 组已经追上来了，从9-4追到19-10了，王教练果然是有扣球魔人之称，哎，到目前为止已经领先拿回4分，加油。好，2-1。阿健，阿健，阿健。哎，来老大。
昌老师，你的决胜点了，现在是14-11了，现在到决胜点了，再一球你又送了一分，教师组加油，不能有挫败的一场。哇，真的输了耶！好了，还有第二局，最后一局了，因为我们时间快不够了。阿坤老师，那个徐坤老师，最后一局哦，嘿，打到第二局就好了。来，在座的同学，如果你想要上厕所的，现在可以到洗手间上一下厕所。好，现在轮到季风老师扣球了，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扣球。我们看到挂网就是对的，来，我们不用给下一组了，谢谢。没关系，季风老师，我会给你表那个表现的机会的。现在对方发过球了，所以你们找到门边去。在网子就扣掉了。哦，准备，志颖老师准备扣球了。哦，志颖老师那个补的漂亮。哦，出界。那个宇宙老师这球漂亮，那个老师组请不要从网子下面过，要从网子两侧过，谢谢。那个赵宇老师轻描淡写的一个拖球就把球拖到后场去了。来，赵宇老师交给你了，就结束比赛吧。好，这个球发得不错，接得好，然后把它打出去。来，主任接球。那个守昌老师，你好买拖一下球，让教练扣球吧。他等很久了，你知道吗？你拖一下球，让王教练扣一下球，他到现在还没有发挥他扣球磨人的实力。我们看到，这才叫实力，他拿出30%而已。那个，当我对老师发球的时候，记得要配乐，知道吗？各位同学，要哦，来准备，哦，哎，你们配合一下，只有前面这边，哎，那边的，再一次，那个80、816、815、814、813，大家配合一下，来准备，哦。你故意的、啊、哦，帮你们加油，有人帮你们加油了，哦，哇，厉害厉害厉害，我跟你讲，如果裁判说不在这边的话，哈、哦、建伟老师应该把球救回来，相不相信？我不相信，因为球已经过界了，谢谢。哦，嘉音老师发球也是很厉害的。好，王嘉音终于可以有机会扣球了，又返回了，哇，厉害厉害！哇，结果这一颗球输在茂松主任手上，算失误一次，是失误一次。好，不错不错。好，现在换到王教练的发球了。好，这颗球充满了刁钻的变化，在网球里的一颗稍微做一下旋转。以上纯属虚构，谢谢。好，接球就漂亮，来把球打过去。
好了，主任挡得好，哎，然后主任又挡回来了，好，压得好，哎，家人做球，好，主任，主任没有碰到，哎，志颖老师这个球补得漂亮，哦，学生也把补回去，补四个，造成往下过球，哎，宇宙老师发球了，那个。现在场地上已经开始进入在白热化的竞争了，现在比数几比几我都不太清楚，那个教室是几比几啊？10-3吗？14-10啊？哦，现在准备要结束比赛了，会不会有第五十呢？哦，志颖组长果然仁慈了，哎。好，现在教师 B 组准备要拿回。要洗刷第一局的战败耻辱，剩2分。守藏老师，我跟你讲，这是学生给你面子，知道吗？你出界耶！好，最后一关就交给你了。我们校长上前的拦网，学生刚刚打到。好，好，主任这个球补得好。好，我们第一场比赛结束，1-1。好，我们的教师 B 组以及第一场比赛到这边比赛结束，然后我们先剩最后的 B 场，现在那个计分同学可以把那个计分板给我看一下分数吗？好，很好，谢谢。好，9-4，目前9-5了，各位。